那么有一个公案，有一位僧人年少出家，对佛法坚定不移，但他始终不解说，说为什么他在唱翻倍的时候总是音准不对，只要一念就耳鸣，常常无法顺利完成一场法会。有一天，这位僧人在禅坐中。 僧人看到自己过去是曾经是一位千金少女，他他的宅院里面旁边住的一位爱养鹦鹉的邻居，算一算呢有上百只，每天学人说话叫个不停。这位千金女被吵得受不了，就招来女仆下药呢，让鹦鹉闭嘴。 这个动物啊，是千万不能内待啊！啊，我一个连友最近才刚往生，前一阵子跟我一起放生，后来他很久没有跟我放生，等到我接到消息，连友跟我讲说，这位杨姓的女机师，在我们台台北县，就是新北市的新店，被车子重撞，脑部重创，昏迷在慈济医院。 我当场在放生的时候，帮他募了二十八部地藏经，也当场把当天的放生功德给他。后来我到医院去跟他关怀，回来以后，因为我《毅力宝超》的影片在台湾佛教卫星电视台要播出十三集，播三个月，我第一集跟第二集的功德就给他，由他当功德主。我关怀完以后，第二天他就舍爆了。 后来，他女友跟我讲：“他说我妈妈还没有离婚以前，我爸爸养了一只猴子。因为我妈妈跟我爸爸吵架怄气，我妈妈非常的生气，就把这股怒气发泄在这只猴子上面。因为这只猴子是他爸爸养的，当时他们两位还没有离婚。那我们作为杨姓的莲友女居士。” 当时嗔心很重，还没有学佛，习气很重。跟他先生吵架以后，一气之下就活活的把这只猴子饿死，不给他饭吃。他女儿跟我讲，我们最杨居士的女儿跟我讲，他妈妈自从害死那只猴子的第二天，突然有一有一次坐在家里。 整个人的动作跟那个表情，完全像那一只饿死的猴子一样。所以他当时死的时候折磨的非常的惨，我看得出来，被插管，完全在昏迷状态。啊，我也跟他说话，还好呢，他有行善。后来在这个过程里面，他害死那只猴子，就后,后来。 隔了一段期间以后，他就学佛了。那总算呢，有下他一些业障。那么刚才讲到这位僧人在禅坐中见到自己的前世，还有过去世的害死这些鹦鹉。所以当时呢，他叫仆人下药让这些鹦鹉闭嘴的时候呢，这些鹦鹉只要一叫就方江走板。最后干脆不叫了。 僧人在定中醒来，直冒冷汗，因为自己的调皮对鹦鹉造成伤害，心生大惭愧。僧人所造的善业、隐业的力量牵引他投生人道，但是满意影响选择出家这一条路，但满意中也因为善恶、善恶业，它里面的恶业得到因如破罗的这种恶果。 所以他老是，他要是换被唱不起来，一唱就像偶鸣一样。他老是不清楚是为什么会这样，原来是有因果的。所以转世投胎的时候，有人驮马夫，有人转炉台，有人上天堂。阎罗老子做不了主，玉皇大帝也插不了手，全凭个人的业力来决定何去何从。 的隐劣跟满劣，所以人天道里面，人道最殊胜。要把握人生，好好修行，明白满意造成的千差万别后，放下计较分别的心，学习欣赏自己的不完美。因此，不完美才让我们有反省的机会，改过的空间，产生。 改变命运的力量。那么这个地方有一个，有一段重点很重要，就是说，你命中的时候为何软处以前，一生善恶俱时顿现，啊。 那么，大抵临终所现的境界，就是我们平常心地所存的境界。所以，地藏菩萨的最珠，就是我们的心珠；阎王的业镜，就刚刚讲的内镜台，就是我们的心镜了、啊。你做任何一件不善的事情，全部都在内镜台里面可以照出来。 就是你的心境可以造出来，所以业境呢，就是心境。那么老法师就开始，我觉得跟这一这一段有关系。老法师说，如果我们知道因果这么可怕，那么一个不善的念头都不敢起啊，否则你逃不过那镜台啊，那就是将来也往定罪的标准了、啊。你往哪边逃呢？ 因为我就根据你的心境，就是你的业境，业境就是你的境台，你怎么逃也逃不掉、啊。所以老法师说，如果知道因果这么可怕，一个不善念头都不敢起。我们佛家讲超情离见，超情离见是一个相当高高的境界，要有甚深禅定，你才要帮我超越情执，能够即向离想，能够离开我见。 超情离见，所以这个情呢，老法师说，在大乘佛法里面讲，就是第六世。这个情就是超情离见的情，就是第六世跟第七世。这个见就是前五世，前五世，所以超情离见的情是第六世跟第七世。这个离见，这个见就是前五世。 言耳比舌身，六道凡夫的众生所用的心，在佛法里面讲的叫八识。这刚才我们讲了很多，言耳比舌身这个叫前五识，它是有觉有知的。除了这个以外，里面有第六识思分思维的，我们一般讲分别；第七是莫那，莫那是印度的梵语，翻成中文叫莫那。 这更深一层叫情执，执着这个身是我，执着贪嗔痴，执执着贪嗔痴慢。那么更深的呢，是阿赖耶识，好像是一个资料库一样。就像我们刚刚讲灰机的黑黑盒子，无始劫以来，你生生世世起心动念、所作所为，通通都有完整的资料档案在阿赖耶识里面。 阿赖耶呢是个资料库，通通可以调出来看。啊，没有法子赖的，赖不掉。完整的资料保存在哪里？保存在阿赖耶里面。谁保存的？你自己保存的。什么人能看得到？你看看，什么人可以看得到？老法师说，有他心通的人。 有宿命通的人就能看得到，你的资料库里面有哪些东西？定功钱的人只看到一部分，还有一部分深藏在底层的他见不到。定功深的明心见性的菩萨几乎全部看到，这是为什么？海贤老和尚往生前。 人家问他，他说：“我什么都知道，就是这里讲的，他定功非常的深，所有资料他全部都知道了。明心见性的菩萨几乎全部看到，这不是假的。如果你相信，你能够肯定，能够相信，你会跟诸佛菩萨一样，不但不能做害众生的事情。” 一个不善的念头都不敢起，为什么？因为有记录，有记录啊！偏法界、虚空界，一切有情众生都知道。你说你能瞒得了谁呢？只有骗自己的嘛，只有瞒自己嘛，叫做自欺欺人。干这种事情，你哪一天觉悟过来，你自己完全明白。 当老法师讲到这一段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定功浅的人见到一部分，定功深的人全部看到，有他心通，有宿命通的可以看得到。”我们知道，我们中国大陆有一位丁嘉丽老师，他访问净空老法师：“珍惜生命，请勿杀害动物。”这个片子里面，我们知道丁老师本身是。 影剧，影剧界的人物是个名人。他有一次呢，到东北去拍片。啊，他已经开始接触佛法了。他有堕过呢四次胎，也就是说有堕过四次的阴灵。那么他到东北去拍片的时候，他见到一位啊年纪颇大的一位僧人。 有位老和尚，那位老和尚就是这老和尚这里讲的，他有定功。他跟呢丁嘉丽老师讲说呢，你旁边跟的四个小孩，没有人跟这个老和尚讲说呢，他有堕过四次胎，只有丁嘉丽自己晓得。所以你看，丁嘉丽堕过四次胎的这个种子。 藏在他的阿赖耶识里面，他的阿赖耶识里面呢，就是他的心境，也就是他的最珠，也是他的眼境。那老法师刚刚讲说，放在哪里？放在阿赖耶识里面。所以定功深人，他就见到了。那我们称他这个叫他心通，这叫宿命通，他这叫天耳通。那丁嘉丽老师很好奇。 因为他确实讲的分毫不差，真的是四个小孩，四个英灵，一个都没多，一个也没少。所以丁家老师很好奇，问净空老法师：“他说为什么这个老比丘，这位老老出家人，他知道我堕胎四个小孩呢？”他很好奇啊。师傅讲一讲一段，开始非常好，他说。 出家修行或者一般修行的人，真的是有功夫的人，他的心地呢，只会越来越清近，越来越明白。他说：“我们这个心呢，就是接收器，也是发射器。现在大家都使用手机，都知道，你要发信号给别人，要给朋友，你要先输入朋友的那个手机号码，你按下去，再放按发送，它就出去了。” 那对方马上，马上立刻收到你的信息啊！不管你现在在东北，在中国多远的地方，马上回信息，我收到了。这速度快不快？看起来距离这么远，人在新疆，你现在发信息，他收到了。电力比他更快，电力比光速更快，比电光速度还快，电力哦。 所以他法师说：“我们这个心像不像接收器、发射器？你现在是发射器，什么念破？你接收的是什么念破？”他说：“真正修到心清净的出家人或者修心的，他的接收器跟发射器都一如了平等了，所以他可以看得到，可以知道所有一切事情。道理是这么简单。那他什么时候达到平等呢？” 他甚深禅定现前的时候，他智慧流了出来以后，他全部都见到了。所以呢，老法师说明了这些事实真相，我们现前处世待人的心态要改变，要改变。 那法师怎么开始这一段治罪引他永寿方术呢？那法师第一点说了，他说这个范围其实很广的。他说这里面讲方术是一部心象及一技一意皆是，前者可以养生，高则用以济世。若永寿之死不得行，亦是无道之不广。 而四方多饥寒失业之人，老法师说这一段话，我们可以细心去思维。换句话说，凡是能够利益社会的、造福众生的所有一切理论跟方法，都应该让它畅通无阻。所以佛法，你有误处不能令法，令法你得的果报是非常的重的。啊，我们要无畏布施。 要法布施，要财施，不能够隐瞒，也不能够隐藏，啊，我们都要感恩阿难尊者，以及感恩佛陀的慈悲教化，以及老法师的开示，所以我们要无畏布施出去，让众生能够得利益，能够离苦得乐。所以永寿方式看起来是道家的一个方术，但对我们佛学佛人讲，你不能够吝吝法，啊，不能够吝啬，不能吝法，啊。 这是第一点。那么第二点，老法师说，在佛经典上讲，每一部经幕后都有个流通分，叫「续分、正宗分、流通分。老法师说，各位想想这个意思，佛陀都希望这个法能够流通出去，这个道理跟方法能够流布十方，通达三世，这样才能够令一切众生都可以得到利益。如果你障碍流通， 就是我们所谓的“丈人会面。这个罪可就重了。现代世间人，无论是国内外，有一种严重的错误的观念，就是保护自己的权利。啊，这种观念是错误的。保护自己的权利，就是障碍流通，自己所得的利益可以说是非常有限，而造作的罪业无量无边，这是他没有想到的。 第二点，第三点，老法师说，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财富是果报，财布施是因，施的越多，果报亦亦或不肯布施的人，得贫穷的果报；不肯法布施的人，得愚痴果报；不肯行无畏施的人，得多病短命的果报。这个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 所以欢喜财布施得大富，欢喜法布施得聪明智慧，欢喜修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。世间人追求财富，世间人追求富贵、智慧、健康长寿，而所作所为恰恰相反。虽然相反，我们实际上看到，好像他也有所得，这是什么道理？ 我给我们讲，他这一生所得到的，是他前生所修积的因果通三世。明白这个道理，诸佛菩萨、数世间大圣大贤，起心动念都是利益受会、利益众生，都是希望一切众生得富贵、得智慧、得健康长寿。所以点点滴滴呢，那些方法技巧，都巴不得赶快传授给别人。 希望一切众生个个都通达、多明了、多拥有，这是圣贤人的心，是活菩萨的心，哪有障碍别人的行为念头都没有。所以老法师这一段开始呢，非常适合这里讲的啊永寿方式啊，老法师做最佳的一个注解。那么第四点，老法师说，佛门里面古时候确实没有。 他说：“你看古诗呢，古诗里面没有版权。你去看孝《孝经》，《孝经》哪里有版权？伦理也没有版权呢、啊，啊？最后一页一定印几个字：‘欢迎流通，功德无量’，或者‘欢迎欢迎总印’这些字样，啊？所以默许在出在流通这个法宝，我们都遵循老法师的指示呢。我们都是欢迎欢迎。” 不敢写其他不同的字源。所以，当我是说现在的书籍就不一样了，连出版商或者出版大藏经后面都还写版权所有，欢迎必救。他说眼前得到一些利益，他果报是在阿 b 地 e 啊，永劫不得翻身呐、啊。为什么？他窃盗佛祖的版权呐、啊，释迦牟尼我都没有授权给他。 祖叔大多也没有授权给他，这叫盗版。古圣先贤、活菩萨，这一些留下的遗产，是世间所有一切中，乃至于未来的众生都有份呢、啊。你怎么可以独占呢？你去想，你去想，罪过多重。但是现代人都疏忽了，乃至于出家的法师也疏忽了这一点。啊，我们学会人要警惕这一点，哈。 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啊，啊，他在山中修行。那割利王呢？割利王带着兵辉到山中去游玩。那割利王翻成中文的意思呢，啊，就是非常暴虐的一个国王。啊，割利就是暴虐、暴虐的意思。啊，那割利王就是他呢，很容易动怒。 非常暴虐的一位国君。那么，因为佛陀呢，他在山中修行的时候呢，他入定的时候呢，法相威仪非常的好。那么，宾灰呢，就非常的仰慕佛陀。那佛陀就为他们开示呢，要放下五欲六尘，远离五欲六尘。那么，这些冰灰呢，听了法喜充满。 那么，格利王醒来以后呢，就责怪佛陀呢不应该对他的这些兵灰呢起好意之心。佛陀说：“我没有起淫欲之心，我也没有起任何的意啊意念妄想。”那么，格利王呢就说：“如何证明呢？啊，五通仙人都还有欲。” 你怎么说？可以说是没有这种欲望呢？那么割力王就用刀呢，啊，割这个佛陀的耳朵啦、手脚啦，啊，身体这样。那么后来呢，四四大金刚呢，四大啊四大天王呢，为了保护佛陀呢，啊，这个显示呢神通力。 飞沙走石呢，所以格利王呢，啊，才向佛陀忏悔。那佛陀就跟他讲了，他说：“我没有起欲望之心呢，就如、是、同你现在割我的身身体呢，我没有起嗔恨心一样。那么将来我成佛以后呢，我第一个还是要度你，那就是这一世佛陀的弟子呢，乔陈如尊者，他就是格利王呢的后生。 那么这个地方，佛陀就告诉你说，他没有其贪嗔痴意，啊，贪嗔痴的这一种妄想，这个叫做成分，啊，那么知意呢，也是降伏自己的妄心，就《金刚,刚》里面讲，因我降伏其心，啊，因无所知而生其心。